来，听众朋友，现在空高还要转到福气来来节目的现场咯，今天是拜二，好事神闪现哈，来同听众朋友来修改到两好事的故事个，头先哦，来修改到是雷梦干的做法嘞，听雷梦干的做法讲起了后，我就想要来继续来问咯哈，所以讲现场其实看到是果子嘛哈，做一个做果子干的，是安用的是托技咯，头先讲到。正好又讲到要去吃咩，去市场吼买转来吃。你都有吃过那组？你吃到笨蛋，吃到做会的，结果做起来做唔得了吗？有啊，有时节，买嘛个啊。种西瓜可能又做唔得了。西瓜佮个水分，因为水分太多诶。嗯。啊，假使讲做干的话，伊存那个高牛，高牛又高少，佮做做出来，也咪是因为西瓜咩？所以很容易腐烂啦。错。嘿，阿姑做工业做出来可能有毛啊吐。阿姑从安尼时间咩买骨头来吃啊？啊，主要是屏东烟油的果子。哦，还是以屏东烟出产的果子为主。嘿。嘿。哦，也都比较一个可能吃多冻多种的果子啦吼。哎呦，各种的果子像伊遐现场可能都来一种，也哎呦。哈，可能像亲朋友看那些有的人做外地工，也是马家用的果子，哈，啊有的人可能做用的看做看起来像是一类花用的，唔是黑马家，亚家咧，也就是安尼个梦里，梦里哦，哎，做得老太爷讲下吼，亚梦里一生吼，老安尼都冇被买到的，其实冇嘛穷用，冇被就吃到几个枣啊吼。他冇按照东乡东昂含有一层东西，啊亚咧就吃到晒到黑枣。韩国咧，还发现到亚维几个盆土，个盆土其实像伊本来有黑盆，要往里切的时间要注意嘛个。切的时间吼，它有盆啊吼。嘿。啊，在烧的时间也木啊，而烧起来伊，有唔烧开了，伊底部有也一点一点也有色的木，也烧起来伊。啊，你切的时间唔可以切铁泡。做唔得切到痛苦，嘿，因为铁铺会放哪一缝，行啊行，迄个以为贵个路，铁铺好拿拿唔起来，拿唔起来，是咧，是是还伊个口感咩冇安好，哦，都冇安讲嚼劲就冇诶，冇吼，食起来也就食到冇安好。可以食到也伊个果肉嘛，个又食得到，嘿，你试过好。古时候也嘅，嘅香味就有嘅黄梨嘅香香嘅味丝咧，哦，真鲜咧吼，也可以来做。人哋讲到黄梨，头先讲到嘅，我去前日养果子嘅时节，我夹夹去前日嘅留嘅农民做生意，喺度闷啦吼。一黄梨都哪会前面咧？你讲喺平东咩？黄梨，耶！有人当讲嚟一下，我去哪会前？那边嘅品质下好冇？一开始是爱一虫，也有亚弟弟。有在种，嘿，啊！以前也是也有介绍南安一带，朋友有嘿，啊！一开始南安那边有门牙工，啊，牙用种种诶，啊，没有去野田看，嘿，啊，又讲伊无看好路望，拢望，啊，面下又有神像多吉原谱诶表彰，古时候南安有，啊，南安没有听沟通南安诶理念啦，嘿，想法理念，啊，伊面下有诶。同意要做呀，中凤梨的理念的个强用，古时候安尼有安尼合作安尼。哎呦，古时候你都一个凤梨干啊吼，做诶几只个过程哦，哎呦，又吃又吃一久诶时间，吃一久怎做成功，怎做起来？吃诶咩有一两张也已送哦，我半年诶，我半年诶时间。中间做诶吼有咩铁造，啊无有铁乌。嘿，啊，无会发，又做起来又天硬，哦，佮到很多不同的情况，啊，米哈又，哦，最后才研究出来哦，这个方式。好，也就是因为梦里干，不过你讲到梦里干啊，后尾吃到像阿勇看起来算还做会得，吼。不过你老家一般市面上嘅看起来较咸嘅，亲像梦里嘅食嘅种嘅梦里干，你就会吃到有手掌，好唔好？给他永远老买的时间哈，忙什么用看呢？永远个体质反应有他太奇怪，伊还讲老人冇穷用冇。有啊，有人讲。
伊讲，刚刚你提市场的来买的吼，拢贵忘的，啊，人拢唔会贵忘。嗯，都是讲难忘难忘的事哈。哎，伊讲啊，个人的做法无重要。嘿，哎，我要推广啦，我哋钱财了最重要啦。错。啊，戏法永远不会变啦。嘿。哦，就哎呦，讲要讲到懂，讲唔要贴片去讲，人家很用的，人家很用的，就讲人家钱财了，韩国起发啥啥不会变啊，你就只有去改方式，哎呦来做啦，吼，做出来讲真实嘞，识讲你就对嘞，吼，人家就会讲拿来存做电路，实在系动好嘅先电路嘞，吼，所以讲有空间吼，韩国呢，佮识得到原来嘅面试，佮生下来看到嘅 A 一集，金泽，一集，我听讲金泽，可能一般乡亲朋友看到呀。就会想到可能其他个字诶，哈，也姜椒有一太杂啊，一夹公姜椒安样，晒起来像混到安样，天天。哦，一个姜椒啊，吼，用遐呢细条遐呢玫瑰椒做诶啦。玫瑰椒，嗯，哦，做诶细细夹天天，错错。伊个因讲前前来说，每一毫升诶，伊都升啊，就伊个有 QQ 个弹性诶，哈。啊，上色的话有的话吼，会有酸味啦。哦，七只上色做浅浅鲜色的，会有一滴滴的酸味。嘿，错。哦，啊呀个，因讲到吉哈用的姜椒按多种品种啊，因讲到南埔种姜椒的，听到没懂到没？嘿，用的特别托按用的。我哋一下没有去托的，我哋本土的姜椒啊。嗯。啊，但是本土的姜椒，跟做做唔起来。嘿。做唔起来，也一开始吼，今做做唔起来呀，哈。也一开始，俺们在做的时间，其实俺们是切片的，一片一片的。哦，像你们话有个香蕉，哎呦，切到。那不会没有卖啊？香蕉脆片也种，超超超。俺们想要做一种，啊，不过俺们唔想要用炸的的。哦，用应该讲用油嘛，家去泡，系嘛？哎呦，都冇空间。想用一种诶，啊，故说有切片去做，问题做出来吼，香蕉个会变。做出来姜汁的糊糊，哎，侬莫不会食咧毛糊糊呢？侬本唔会啊，还有脆脆的，脆脆就像饼姜样，就像姜样也饼啊，你还安像，要做成啊毛姜样的，啊切片呢做唔得嘛，因为做出来糊糊嘛，故做像啊可以规条难难去做嘛，啊又坚持，一种太条的白椒又种的做唔出来，因为铁太条故做行阿去吼。伊行唔出一种果干的一种口感，嘿，啊，故说又在青岛最细条的一种玫瑰椒，哦，米哈都青岛一种应该玫瑰椒，也哈其实很多方面好个呀吼，因为做会得啦吼，就看起来爱食咧，咩唔会讲强态，咩唔会强食啊吼，食起来就唔会有负担咧，吼，就可以一定一下。哦，也就都浸在高汤当中啦，哈。古时候都偏东，因讲像安用玫瑰椒嘛，错嘛，哈，细细细细夹的哈。其实你都会善用咩动作，系嘛？你讲有贴片去浸上油，有贴片去浸上油，因为玫瑰椒咩咩讲，市面上主力的姜椒啦。嗯。古时候咩请农民去买一种，个细条的一种品种的嘿，没有浸啦。没讲会蛮悠悠的，好呀，就讲到哎呀，你去三种哎呀，看起来也都看得出来黄梨嘛，吼姜椒嘛，都现场看懂清楚。不过有的朋友可能没听到的，啊，讲到亚味，亚味不用雷蒙的，也都总像你平时都冇不好意思的嘛，噶，伊讲个无花果个样的，就像安样啊，骨锁也是安尼个。要做迄柠檬嘞，系啊，柠檬啊，做唔咩？你无花果，系唔咩？伊都冇做，也仲系做臭嘅。哎，真是可以来当枪嘞哦！做像莫不按用，真讲到切到泡泡咩哈？哇，来吃食一只看哪里呀？做按用头先提到嘅哈，一切到泡泡啊，悠悠按用啊哈，食起来嘞哈，诶，真唔会讲强强咸咸甜，不会酸冇？甜，唔会酸，食起来唔会酸，还是可能。有个柠檬，佮本来个前前个面丝呢，晒过日头系嘛？系。常州就有爱用前前个面丝哦。系，爱用日头晒。很用个喏。因为一个东西来讲吼，
应该讲安尼，南台湾的日头最好啦。嗯，因日头吼带有几多能量，伊加咧南台湾的日头的能量落去啊吼，同个烘干机烘出来的吼，都冇强用。所以老鹰讲要感受出来嘅，真是冇强用诶。啊，食起来就吃到，虽然讲听讲到用盐去卤，有晒日头，食起来都吃到诶，有嗰种诶柠檬拌落嗰种诶，就按张食到柠檬加下嗰种诶一点点酸，不过又冇氨酸，系个甜甜嘅面是含饭菜含油，含个也食起来嘅口感就当多咧。哎呀，做以后嘅也改从按用大肠食以后啦，后变做讲冷搭配吼，后也做系按伊嘅柠檬干头先讲到切做一丝一丝嘅，吼一丝一丝嘅按用，你食起来詹姆斯讲一百食都按太片啦吼，好一二三。呀，顺条有看到诶，哪怕咧咧吼，哪怕咧呀，那就皆有一种诶缝诶，系嘛？系。嗰种你都系用哪种诶来做？你都种诶系缝诶哪怕咧？那一个哪怕咧是用拍嘅，一个哪怕干啦。哪怕干系。用拍嘅做诶啦。拍嘅，哪怕咧做，哪怕咧去做诶。那都你都不开始加种诶咯。系。哎，不卡有种，哪怕有，哪怕嘞有比柠檬还好种嘛。哪怕嘞比柠檬更好种，但是哪怕嘞过多工，要去包，要去蔬果，要包。嘿，好安样去，古时候也个哪怕嘞也个部分就系用也一般的拍色嘅，哦也个拍色用嘅哪怕嘞来做嘅，哎呀哪怕嘞有留嘅黄梨啊、琼浆嘛吼。就是你爱切片，爱切下盘的位，爱切下泡的，你看人家当中长条型的哈。有的人会切安样圆的咩？你用切片爱切安样长长的咯。啊，你切起来看起够有肉噶？哦，看起来还有肉。切圆的就是哈，不哈泡的位。圆的切起来够泡啦。长条的切起来。牛骨多，啊唔适合伊个口感，米丝，人会摕滴白，啊无铁泡个话，咪强用个米丝都唔会出来啦。铁泡个时间米丝唔会出来，古时候一下因讲到都爱做米一种个果子干个时间吼，而且爱考虑到个吼，摄出来个米丝吼，韩国呢去按用酸起来，用个去切，用个去做啊，吼，真系一定好个吼。讲到哦，人的部分都全部要来注意嘞吼。有几片有人上班哈，你啊讲爱送人，等路的时间要反手讲啊，要送嘛更加好嘛吼。其实啊吼，人讲到有一道嘅，人讲空间有资源的东西，人做的啊，真讲啊落去买也多啦吼。人家哈天嘛，张哥继续来老太家讲，记得还有其他嘅，也该是讲农产品啊来做到其他的东西，家哈天们继续来，然后现场那边来打招呼，先来歇困下，聊下来。